朋友们好，欢迎走进一人视野。拥有全球十大蜜月胜地之一美誉的巴哈马，位于美国南部的北大西洋上，是一个典型的亚热带海岛国家，常年气温平均为23摄氏度，全年都适合旅游。首都拿骚建在新普罗维登斯岛，距离美国迈阿密城仅仅290公里，因此也被称为美国的后花园，是欧美影视明星们最青睐的度假胜地。戴安娜和查尔斯就曾在此度过美好的蜜月时光。与首都拿骚紧邻的天堂岛，建有世界最顶流的亚特兰蒂斯酒店，豪华奢侈程度可以与迪拜同名酒店相媲美。酒店不仅拥有豪华赌场、客房，同时也拥有长达数英里的原始海滩。巴哈马湛蓝的海水，成群的热带观赏鱼群，闪烁发光的柔美沙滩，常绿的热带植物，数不尽的繁花似锦，以及海蓝的天空，洁白低垂的云朵，哪一处都是让你血脉纷张的所在。火烈鸟是巴哈马的国鸟，在拿骚动物园，你可以与美丽的火烈鸟一同起舞，可以随时与百岁老鹦鹉对话互动。拿骚城内有很多名胜古迹，古时的城堡，通向城堡外围的逃生通道，这里有专为英国女王修建的66级登山石阶，城里还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具有300余年历史的酒庄，生产的朗姆酒远近驰名。
哈马是海水与沙滩为珍宝，是全球顶级的潜水和垂钓圣地。巴哈马也是加勒比海盗的电影取景地。首都海边的渔民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捕猎和交易方式，简单粗暴直接。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在此生活了三年，并写下了赢得诺贝尔文学大奖的《老人与海》。巴哈马，传说中的人间伊甸园，是一处你一生中值得一去的地方。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敬请欣赏，谢谢。